Hello， 今天给宝宝们换个垫料，这个垫料已经一个月没换了，但是笼子依旧没有臭味。这瓶除臭颗粒我已经用了很久了，还剩一半，用完了我还会回购，因为真的很好闻。今天我浅浅铺一点吸水纸粒，这个可以直接当垫料，也可以直接打底。主角登场，夏天必不可少的垫料玉米芯，粉尘很少，五斤很大一袋，可以用好多次了。一些朋友说玉米芯发霉，可是我每个夏天都是用的玉米芯。我们还是要认准品牌才有保障，不用铺很厚，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。另一边还是用爆花，抓两把就够了。我一直会用提摩西草，因为这个草香味很清新，可能我造景没有别人的好看，最重要的除臭就行了，关键还省垫料。这些花花也很香，它们也可以吃，给他们换个陶瓷窝也是可以揭开看鼠鼠睡觉的各种姿势了。苹果和前几天给的也啃了一些了。食盆没有阿柱的大哈哈，他们喜欢站在水壶上踢倒，但是这个水壶就很稳。好了好了，就这么简简单单。笼子里的臭味无非是来自尿，相比冬天，其实夏天他们更勤快，他们会在厕所尿尿，所以我也不用担心垫料会臭了。况且也还放在房间里的。